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our call to worship, let us open our Bibles to Psalm chapter 80, verses 1 to 3. Psalm 80, verses 1 to 3. Hear us, Shepherd of Israel, you who lead Joseph like a flock, you who sit enthroned between the cherubim, shine forth before Ephraim, Benjamin, and Manasseh. Awaken your might, come and save us. Restore us, O God, make your face shine on us, that we may be saved. Let us now come to the Lord in prayer. O our caring Father, our God, our Jehovah Rohi, we come before your throne of grace. Hear us, O Lord. We humbly ask for your healing. Heal us from our sickness and strengthen us from our weaknesses. May you renew us, O Lord. Transform us to be Christ-like in character and in priorities. Lead us, O Lord, as a shepherd who leads his flock. Discipline us, O Lord, as a loving shepherd do to his sheep, so that we may walk according to your statute and to your will. Fill us, O Lord, of your blessings, of your provisions, and may we be a testimony of your goodness and of your grace, so that we may continue also to declare praises and thanksgiving to your name. We worship you, O Lord. We honor you. Bless us all. Bless us who will join us today for our worship service. And may we give honor and glory to your name alone. In Christ's name we pray. Amen and amen. Ephesians 2:8. For by grace are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at not of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 Wonderful grace of Jesus, which revealed all my sin. How shall my tongue describe it? Where shall its praise begin? Taking away reaching the moon.
Psalms 51:10,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O God, and renew right spirit within me.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O God, and renew right spirit within me.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O God, and renew right spirit within me. Strength and sharp power.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suffering, gentleness, goodness, faith, meekness, and in such brings order. Galatians 5:22-23.今日咱要用一个咱顶熟的故事来开始
早起的信息。这个故事我相信您有真侪人已经捌听到，但是不要紧，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真合早起的信息，尝试这个是我个人一个最大爱的故事。另外有一个人，伊想要爱被选做因的国家的总统，但是因的国家真正真正大，所以有人甲伊讲哦，伊讲你若爱赢，你唔止呐伫大城市底下咧运动吼，你就去到怀乡里去乡下底下去团工去招人，人才会选你做总统。所以就听因的嘴哦，伊就去到怀水乡里。伊头一个到迄个乡里，伊就叫迄个乡长吼，迄个 chief 叫伊去叫规个乡里的人来听伊讲话。当大家人来的时阵吼，伊就开始讲话。伊讲，伊就讲伊的跩英文哦。伊讲，我 promise 恁，我英文恁，恁啊选我做总统，我啊赢，我要予恁每一个家内吼，恁大家人每一个家内拢有家己的水晶。怀人听到的时阵哦，伊就讲，爸爸。伊袂明白哦，迄个是当地迄个因乡里的家己的土话，所以这个人伊袂明白哦，唔知因咧讲啥。但是不要紧哦，伊继续讲哦，伊讲，然后恁啊选我做总统，我若是赢，唔单单要予恁每一个家庭有水钱，我阁要予恁大家家庭皆有接着电，吼，恁大家家庭皆有电。哇！因听到的时阵哦，彼此看，伊阁看迄个人，就讲，爸爸，爸爸。伊听了真剧烈哦，伊就讲过较侪咯，哈！伊讲，你若选我做总统，我阁要予恁遮有家己的学堂，有恁家己的医馆，甚至恁家己的踢卡球场。哇！怀人听到的时阵哦，因就动心啊，三甲来发，爸爸，爸爸，爸爸。因如发的时阵哦，这个人就如剧烈。伊真正欢喜哦，因为伫城市咧讲咧演讲的时阵，无反剧烈哦，徊人无反剧烈，但是来遮乡下哦，哇，大家人反听的，反拥护的，所以就一直讲一直讲，伊如讲，徊人就如讲，爸爸，爸爸，伊讲差不多半点钟长的时间哦，到讲了，哇，伊真辛苦，但是真正欢喜。伊袂倒去以前哦，迄个乡长就讲，我请你来阮厝内啉一茶好无？哦，伊就真欢喜哦，伊就甲迄个乡长要去迄个乡长的厝内要去啉茶。要行到迄个厝内的以前哦，伫外口因要到的时阵，伫外口有几六只牛徛伫遐。这个乡长就越过来甲伊讲哦，伊讲先生哦，你个水利咧，个斟酌咧，唔忙去打着跩爸爸。我唔知你了解无？当代志哦，那太过好，听起来伤过好的时阵哦，真自然。咱来讲，敢有影嘛？你咧讲诶，敢有影？当代志，当一个人和咱的英文伤过好的时阵，咱来讲，敢有影安尼？人敢会互我免费的中道吼？英文讲 free lunch， 无物件，无人会互咱 free lunch。人若要互我物件。伊在时是咧想要得到什么诶物件？我毋知你捌去mall咧吼，你去买物件诶时阵，捌有人要送你雨伞无？啊是捌有人要送你生毒无？啊是捌有人要送你一辆车无？你知人若送你愈大项物件，我想咱会愈怀疑哦，到底这个人是咧创啥？到底这个人是咧想啥？为什么？伊那要送我跩物件呢？那是安尼哦。那有人英文你讲，你那信我，我要予你达项你要滴的物件。哇！那你看你英文，我相信咱会愈惊哦。达项青菜物件我要滴，你拢要予我吗？我相信你知我咧讲圣经的一节经文哦，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诗篇那伊安尼讲，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确。无低到欠缺，英文是讲，伊那是我的牧者，伊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一无所缺吼，我达项要滴个，我达项欠命个拢有，敢有可能吗？一节的经文的英文敢有影吗？要怎啊讲？我相信伊，伊我就一无所缺吼，我达项要滴个，我达项欠命个，伊拢给我吗？这句话到底？
就话讲，这个是真的吗？有影吗？真实的还是不是？一个方法咱要来了解哦。摇花怎啊真多，咱会煮。一个方法是咱都来了解，就是咱都来想，一只羊哈，当你那是羊，你甲你的牧者的关系，就是亲像咱甲咱的上帝的关系。当然，诗人哦，这是大笔王，伊就是用这个图画，伊讲摇花是我的牧者，伊那是咱的牧者，咱那是伊的羊。安尼，咱要怎啊来了解伊要予咱的物件？所以今仔早起哦，我问咱来用咱的思想来想想哦。咱来想讲，咱是羊哦，咱是伊的羊，咱也是伊的羊。咱要怎啊来了解伊予咱的好处？今仔早起你要分享的遮真多的遮内容哦，是对一个伊真实本身做个牧者，伫以色列的所在，伊名叫 Philip Keller。伊写一本册叫做《A Shepherd Looks at Psalm 23》。伫一本册内面，伊有形容做牧者伫中东的所在，做牧者所着做的代志，伊所拄着的代志，即着安尼，可能互咱更加了解诗篇二十三篇。咱来看，要怎啊讲？伊若是我的牧者，我就无低高谦客。头一项，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无低高谦客。伊予我躲伫青草地顶。伊在咱做羊个啊，你也想咱是羊个。咱做羊，咱袂凊彩躲咧困。特别咱也无感觉安全啊，咱也无迄个安全感。羊是无容易躲伫涂骹，因为羊是真正软弱个动物，伊无通有啊，无通保护家己。伊也无啥物武器，无啥物特别尖个喙齿。通去攻击别个人，伊只那有诶吼，就是真有是走那点吼，走羊果是无野狗走吼，羊走也慢，所以一只羊伊无容易会倒咧困，有几项诶条件，羊在安歇哦，羊在会倒落去，羊诶倒是当无危险诶时阵，好，毋是只那真实无危险，伊也是着感觉着无危险，伊也是着感觉着讲。无咧，甲其他的羊底下咧相争咧冤家吼，因为羊中间也是有咧三争吼，咧看谁啊是最第一重要的，谁啊是迄个领袖。然后第三项就无有跩盲堂咧差因，吼，你个想到啊，你想看卖哦，羊的这个门番高咧，那是野象哦，因啊无手通爬，所以有盲堂因真正艰苦。然后最后因都袂做咬人，羊啊咬人。因也是袂堕落去。伫遮，伊讲是恁，伊讲，伊予我躲伫青草的地顶。意思是伊供给我的需要。特别伫以色列哦，这个中东的所在，要得到青草的地，无遐简单，无遐简单。青草的土地，毋是自然的发生，毋是家己的发生的，是着这个牧者去陪伴，好，有比迄个地，有比迄个草。通予遮羊通食，意思就是讲，咱的牧者伊会替咱陪伴，咱的牧者伊予咱有法通躲落去。你知真侪人哦，咱大部分人要躲是无问题哦，躲就是躲咯。但是真侪人我认捌的哦，因躲落去却袂困的，因为真侪压力、真侪问题、真侪咧交叉因的代志。当摇花是你的牧者的时阵。你就会有安全感，亚华若是你的牧者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然后他说，他又带我到通安歇的水边。咱知影水哦，对动物来讲是真正重要的一项物件，特别是伫以色列吼，以色列真艰苦找着水。对羊来讲，水有法通啉水吼，至少有三个来源。一个就是伫草顶面会做落水，第二是对井摕到的水，第三是对河得到的水。你知影哦，羊有法通真侪个月无啉水呢，因为活。哦，你讲无啉水哪会活啊？
因是对这个草顶面的这个露水，这个酒哦，早起时间是醒的时阵，草顶面有一点的水的顶面，因啊有高压的这个露水，因有法通存活，因无需要去啉水，才着跩露水因会活。因为羊哦真自然，羊是早起也早起的动物，日未出因就已经醒了，日未出因就爱去食槐草，因为迄个草。在偷渣的时阵，是真侪露水的草。牧者要怎啊，予因通到安息的水边，要予因食到跩伫草顶面的露水，是偷渣才有。意思就是讲，牧者伊本身也是着真早醒，伊着早醒才通带羊出去食跩有露水的草。意思就是讲，摇花那是你的牧者，就你就会得到伊的供给。得到伊的扶持，伊知影你的需要，伊会供给你生活所需要的物件。第三，伊讲伊予我的灵魂所生，伊予我的灵魂所生。一只羊啊，咱做羊的啊，那是躲伫咱的巴只呢。羊是无当家己翻身起来呢。好，你讲羊奈无法啊？啊，你若不看到伊个做 cast，cast。当一只羊可能伊倒伫涂骹，然后伊翻身的时阵，那无水力哦，可能迄个涂骹斜，还是边头有一个坑哦。羊那石倒掉，好那四脚向天的时阵哦，羊是无当家己翻过来，亲像一只牛啊，牛啊你那该倒掉哦，伊是石袂起来。无论你偌挣扎，你踢啊偌大力哦，羊是无当阁站起来，甚至那倒地下哦，因为。羊的腹肚的制作有一个问题，那安尼倒掉伤过久哦，内面那个气会伤过多，到一个地步，一只羊若倒掉出头24小时，一只羊会死吼，会死是很严重的。所以羊若倒掉的时阵，伊需要牧者来帮助伊，让伊有法通阁站起来，让伊有法通阁再站好些。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想到为什么圣经说耶稣说那个牧者将99只羊放在那个街坊里去找那只失丧的羊，可能那个失丧的羊是倒掉的，可能那个失丧的羊你如果没赶紧找到它，时间如果过了就没办法了。所以那个牧者会放99只去找那只失丧在家乡在在无法通帮衬家己的地步，需要牧者来帮衬伊。相反，咱真侪人哦，咱因为咱所做诶代志，可能咱无知，也是咱超过伊做，一个做引起带来另外一个做，到一个地步，咱也是无办法吼，咱无法通救家己，咱需要咱诶牧者来，伊叫醒吼，也是伊挽回咱诶灵，互咱有法通搁再站起来。原来我们的牧者是真依爱，伊真欢喜爱，予咱的灵魂所生。所以当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时阵，你就会得到挽回，你得到你的罪，得到伊的赦免。这是何等好的一件代志。第三节的罗马，伊阁讲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伊只羊哦是。真爱照顾的习惯，就是伊那安尼做法，就是定定安尼的做法哦。伊袂改，意思是讲，伊那过一条路，就是定定过一条路，到一条路已经真深落去了。啊，是伊那对伊爱对遮食，伊就定定对遐食，食到遐的草打了，无草通食，伊又原对遐要食。伊那伫一个所在哦，对遐可能宽哦，已经真侪搬伫涂骹咧。伊也是游玩伫遐，到一个地步，迄、那个规个地、规个所在会变做真肮脏、真正老伤、真侪病痛的所在。但是羊是无爱刷位，所以好的牧者会创啥呢？好的牧者会引出伊羊，和伊羊会叮当，和伊羊会行，和因就对一个地。就刷到另外一个所在，吼，所以看到牧羊的人哦，牧羊的人，唔知干哪规日咧抓羊，唔知要去倒咯，因就行来行去，袂做定定伫一个所在。相反，当咱感觉咱无爱叮当的时阵吼，咱感觉我好势咯，我安尼会做咯。
咱需要着辛苦，咱着跟地，咱的牧者。当伊叫咱行的时阵，咱就行；当伊讲咱着重进，咱就重进。咱着愈来愈成熟，咱袂做掉伫一个所在就满意了。讲我好势啊，我无问题，我伫遮就会做了。咱需要着继续的重进。亲像一个人若讲我伫幼稚园好势咯，也欢喜哦。吼，我伫遮逐摆头名，吼，我伫幼稚园我比大家较大咯。我伫幼稚园已经八年、十年了。我无爱刷位，系个是问题，咁是哦。对伊无好，对伊个同学嘛是无好，因为咱着继续个前进，咱需要来跟底咱个目者，跟底伊个脚步，因为伊要带咱行二路。当要话是你个目者个时阵，你个生命就有目的，你个生命就得到伊个引导，咱个生命则会前进。第四节，伊阁讲：我虽然行过死的幽谷，也无惊拄着海，因为你甲我同在。咱来想想咧哦，都有青草通食，阁有水通啉，吼，阁有我通安歇，有我通倒落去喘松的所在，无惊吓的所在。为什么咱要阁去山谷？吼，山谷对羊是真惊人的所在呢？为什么牧者那会带咱？经过死的幽谷呢？伊在因为当夏天的时阵哦，当夏天的时阵，怀伫鸡的所在，伫鸡堆的怀草，杂物会被食了。然后因为暑季，所以怀草就会打起了。这个好的牧者会带伊的羊到较远的所在，较远的山顶，伫遐去通食着较好的草。这个贫端的牧者哦，伊无迄个麻烦哦，要带羊经过山谷真麻烦。好的牧者再带伊的羊到山顶，然后要到山顶的路，第一好就是过山谷哦，因为山谷遐的对哈，遐的路无翻车。然后伫山谷经常有水的所在，有水就较侪草吼，较侪跩树木通食的所在。所以经过山谷是第一好的路，通到。山顶一个好的牧者，伊了解讲，虽然经过幽谷、经过山谷，对羊是真艰苦，但是需要经过这段的路程，需要经过安尼款的时间，因为最后这个是对羊是好的。相反，咱需要着辛苦伊，当咱经过生命黑暗的所在、死的幽谷的时阵，我唔知今仔日你所拄着的代志。在多一方面，亲像幽谷吼，真惊人的所在。可能是这个菌吼，这个细菌，这个 coronavirus 让咱真惊。可能是经济，咱的经济无好，还是真困难。可能是咱的肉体有甚物款的病痛，还是无论甚物款的问题，甚物款的压力。咱的问哦，为甚物要花奈何我经过遮啊？伊敢是我的牧者，我那着经过这个所在，因为伊要好咱的。伊知影咱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因为伊要予咱的是最好的。然后咱阁无需要惊，因为经过艰苦的点钟，又话英文讲伊要甲咱相甲地咧。因为安尼，伊是咱的救主，咱无需要惊吓。所以又话呢，是你的牧者，你就有一位救主。唔单单安尼，你阁无需要惊，经过生命艰苦的点钟，犹原无需要惊。伊阁讲，你会乖，你会乖，拢安慰我。咱若想到牧者的这个乖个，这个 staff 哦，你讲 OK，staff 会安慰我，我会明白哦。啊，伊会乖，迄个 rat 是要拍人的，那我那会得到安慰啊。好，咱都来了解哦。这个乖甲乖是要创啥？这个乖哦是就是这个牧者的乖哦，伊主要是咧用来要呼召。好，牧者呢爱羊，甲伊亲近伊个迄个乖个交来。第二是要引带咱的路，一只羊呢开始要行错路了，行唔对的时阵，牧者用伊个乖引带咱吼，讲哎，袂做去呀，袂做去呀，想过边头了。然后伊也是用迄个来救人，咱若跌落去一个井内面，还是啊伫真危险的所在，伊会用伊个乖甲咱交起来，互咱得救。但是这个官要怎样给咱得到安慰呢？哈，咱要怎样安慰咱呢？官的用法是什么呀？官是用来
保护，用来管教，甲用来要甲咱检查的物件。好，伊是保护，就是那有跩晒落雨咯，有跩豺狼来的时阵，木只的伊个肝吼甲因拍，所以这个肝是咧保护咱。第二是咧管教人，当一只羊吼，当个做乌羊，那惊唔着咯，做唔着代志的时阵，木只需要着管教人。这个咱就会记得要分清楚，这个并不是刑罚吼，刑罚甲管教无相，刑罚是出自受气。管教是出自疼，因为伊疼人，伊需要着教人，伊需要管教人，咱才有法通正做好的羊。然后第三是要来安遐检查个，因为每一摆羊伫迄个羊条咧出入的时阵，牧者用伊个肝伫遐咧算，唔单单咧算哦，用迄个肝会将咱的这个羊的毛来分开，伊要来检查，伊会对咱的头看到咱的脚。看到底有着伤无？有啥物问题无？有啥物米咧未看到的物件？咱的牧者会伫遐咧好好的检查咱。所以当咱顺服吼，咱愿意顺服伫伊的管、伊的主管的之下的时阵，咱唔单单得到伊的保护，咱唔单单得到伊要供给予咱的，咱也是接到伊的管教，接到伊咧监察咱的心。予咱得到帮助，予咱了解咱是属于伊的，啊，了解伊是疼咱。所以当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时阵，你就有一个归属感，你知影你是属于伊的，因为伊咧管教你，伊咧看顾你，伊咧引导你的路，伊咧救你。然后咱会经历着伊的疼，因为伊对咱的疼，伊伫遐咧检查咱，伊伫遐咧看咱，伊伫遐咧引导咱。第五节，伊阁讲，伫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经过这个露天哦，经过幽谷，经过这个山谷的时阵，是要到的咯。经过山谷到路尾，就是要去到山顶哦，山顶，阁做 plateau 个，还是因另外一个名是叫做 mesa 哈。咱 mesa 咱应该知影哦 ，mesa 什么意思哦 ？mesa 就是桌，敢是哦 ？la mesa 就是桌。Messas 就是在真侪岛讲，在山顶的这个平地，会做个做 Messas， 就是可能代表同你讲哦，你为我摆了哦 ，prepare a table， 你从这些岛摆设宴席，汤给我吃。因为牧者要切到在山顶的在plateau， 是都需要用点睛，伊都较早先去看，先去切，伊切到了，伊个该避办迄个所在，汤给羊。对遐通安息，伊会将遮野草、遮有毒嘅草嘅摕走，伊会有被怀水吼怀肮脏无好物件，伊该摕出来。然后牧者搁伫遐咧看顾人，因为有遮敌人可能要来食咱，要来伤咱，所以牧者会伫遐咧看顾人。因为安尼，诗人讲你伫我嘅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而且咱了解讲，原来耶和华予咱经历着嘅艰苦。到最后，伊已经有预备了这个所在给咱，伊已经预备了这个筵席，要预备给咱享受，给咱通吃。伫遮提醒咱吼，给咱得到提醒，关于亚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所讲的话，耶和华讲：我知影我五恁所怀的意念是属平安的意念，唔是要降灾的意念，要给恁活后。有指望，所以耶和华那是你的牧者，咱伫伊的内面就得到什么啊？咱得到有一个好的将来，咱阁得到盼望。耶和华那是你的牧者，你就无需要惊，你阁有一个盼望，因为你知影伊要好咱的，一定是好的。第五节的罗马，伊阁讲，伊讲你用油膏抹了我的头。好，为什么用油抹咱的头呢？会记得即阵是差不多暑，这个是暑季的点钟咯。因这是山顶哦，因为山脚无草通食咯。暑季的所在是袂歹哦，因为伫山顶有通食，逐项也好些。但是暑季唔通袂记得伫夏天的时阵，也是在芒塘哦，在河鲜咯，在一个在麦草，在白沙咯，真正做的点钟，在。
和神在物质第一爱施能的所在是施在哪里，就是施在羊的屁里面，因为羊的屁里面是暗暗个真胆的所在，所以在物质在和神因真爱爬到羊的屁里面，然后对下放因的能当在能呢不出来，在有在幼糖出来的时候会在羊真正艰苦，会因的屁的真疼，甚至会到因的头壳疼。所以当牧者伊知影，伊知影讲这个是一个问题，伊知影迄个需要，所以牧者常常会带着跩橄榄油，会掺着一仔的香味，然后将跩油抹咧羊的头壳，这个油就会预防跩蚊虫会来咬了跩羊。当牧者将油过抹伫这个羊的头顶的时阵，这个羊就得到安慰，这个羊就无个受跩蚊虫。会教导，所以当摇花那是你的牧者的时阵，你就得到伊的医治，佮得到伊的保护，因为伊知影咱的需要，伊保护咱。伊佫讲，你予我的福杯满溢，你予我的福杯满溢，因为这个夏天哦，暑期过去的是过了，就是秋天了，秋天，秋天的时阵，牧者就会带着跩羊群，佮在对山顶。落来到山下，为什么呢？因为冬天要来了，哈，因就开始落来了。有时阵咧落山的时阵，因为风太来，落诶落雨，会真正寒的时阵，羊就得到真大的危险。因为羊啊，虽然因为羊毛，但是你想哦，羊毛若澹去，哈，落雨的时阵，羊毛若澹，亲像咱穿着一领野狗的衫，但是伊领衫是澹的，哈，充满着水。在风吹来的时阵，羊其实是个真危险的点睛，因常常会去刮死，会刮死。所以牧者会创啥呢？牧者会带着淡薄的酒，哈，掺着水，会给跩羊啉。这个水掺酒，给因啉的时阵，跩羊就得到力量，哈，因内面就得到温暖，因就袂得到死亡。真重要啊，就是看到牧者。伊了解，伊知影讲跩羊因的需要是啥物，伊也知影羊的软弱，所以牧者已经备办了咯，已经带着跩需要和羊食的物件，需要和羊啉的啉的啉了，通让因无低到死亡。所以当摇花是你的牧者的时阵，你就了解讲，伊是认不你，唔单单呢，伊个了解你，伊知影你心内的需要。然后在第六节，伊阁讲：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慈爱带着我。一我的羊群啊，这个一群的羊，有可能真多破坏迄个队的生态哈。就是意思讲，羊哦，其实你若无照顾好些，一群的羊会拍牌迄个队。好，你若有一个队，你有一个所在，当然你爱。好的人徛遐，咁是哦。你爱讲人会晓照顾迄个所在，但是羊哦，一群的羊，若无照顾好些，伊会拍歹迄个队。相反来讲，若是有好的牧者照顾这个羊群，一群的羊有可能多掉哦，会让整座迄个队会真大的稳定。意思就是讲，羊你若无顾好些，会拍歹迄个队。但是羊若过好些哦，是生畜中哦，在无常的垃圾，在无常的生畜中间，对对第一好的一款的动物。为什么呢？因为因讲哦，羊的这个粪哈，这个粪哦，就是羊的粪粑粑，羊的粪粑粑哦，会和这个对真多真肥的哈，真肥的对啊，因是讲羊的粪哦，是真巴烂啥真。定型哦，我唔知什么意思哦。咱唔是在本的专家哦，所以咱未明白。但是讲羊的本会和这个对正最真肥。我像是羊真爱徛伫较贵的所在哦。你若一块对有贵有低的所在，羊真自然因爱躲伫贵的所在。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羊会将较低的对的怀资料和怀营养。
就会带到较远的所在，因为一块地真自然，较低的所在是较侪肥料，较远的所在是较欠。第三项，羊的对地有好处，是因为羊哦，逐项食，逐项食哦。迄个草无论是好食、歹食哦，袂贵食，羊是袂贵食的动物，所以逐项食，怀野草无好的草，怀对地无好的物件，因拢总爱食食落去。食到安尼哦，经过几六年。那有好的牧者咧照顾跩羊，其实羊对地是真好的。到落尾，因就带着恩典，带着好处，哈，带着慈爱，带着跩羊。就是意思讲，当咱的生命，当咱带着咱的牧者，当咱带着伊的命令，咱顺服伊所讲的，当咱愿意带着伊的命令。咱的生命会成做甚物款的生命？咱的生命会带来怀底伫咱后面的人的恩典。咱的生命成做因的益处。咱的生命成做咱福音真好的这个应该做遗产哦，就是真好的 legacy。因为咱所活出的生命成做因的帮衬。摇花那是你的牧者，咱的生命就有真好的遗产。咱的生命。就真好的意义，咱活着的真多其他的人的恩典，真多其他的人的好处。最后在第六节的路边，伊阁讲，我阁要点伫摇花的殿中，直到永远。伊在无论咱活偌久哦，还是咱无论咱爱活偌久，总有一日，总有一日，咱就离开这个世间。总有一日，咱就放落咱伫这个世界所。积存的物件，到一日怀笼中是当作无有的。最第一重要，到一个时阵是咱的影响要点伫倒落，所以唔通为着世界的物件，底下咧追求、咧执、咧爱退掉。因为世界的物件有一日会变作无当用，咱的眼目、咱的焦点就看到影响。摇花呢是咱的目家，咱最后要达到的迄个所在是倒落。咱是要点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安尼意思就是讲，耶和华那是你的牧者，你的影响已经定了咯。耶和华那是你的牧者，你是已经得救的人，你的影响甲你的救恩已经是安稳的咯。你知影，你要去得咯。因为安尼，当咱讲耶和华是咱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无低高欠缺，敢有影吗？好，敢有影 ？Is it too good to be true？ 太过好，真艰苦相信。今下咱看到几六项哦，真侪项。耶和华呢是咱的牧者，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得平安，你得到安稳，你得到伊的供给，伊安遐扶持你，伊挽回你，赦免你的罪，和你的生命有意义，你得到伊的引导，伊正做你的救主，你无低高惊吓。你有归属感，你有得到伊的疼，你的永远，你有盼望，你有得到医治，你有得到伊的保护，伊明白你，伊了解你，你的生命会真有意义，因为你留落诶是对人真好诶，你的影响，你的救恩拢安稳，所以你若想起来哦，有影，耶和华那是我的牧者，耶和华那是你的牧者，安尼咱就无低高。欠缺，因为这个世界所要好咱的，这个世界所要好咱的，未必的吼，甲伊要好咱的，是无可比较的。最后，咱未结束以前哦，我爱问哦，到底摇花是毋是你的牧者？你要怎啊，和伊成做你的牧者呢？啊，这点咱要紧紧讲个。你要怎啊，和摇花成做你的牧者？第一重要的是你甲伊。有一个真正亲密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真正对心内你甲伊有迄个沟通，唔是只那你伫思想内认不你，乃是你的生活对你的心内你甲伊有建立了这个关系。然后关系啊，你在关系拢是有来有往的吼。这个人的是你讲，伊是我的牵手，伊是我的母，安尼当然你是伊的翁咯。你讲这是我的爸爸，啊，你当然你就是伊的囝，是伊的查某囝咯。所以当你讲伊是我的摇花，成做我的牧者，啊，
安尼我都真做伊个啥啊？哦，伊那是我伊真做我个木家，我着真做伊个羊。食水的羊就做两项哦。耶稣甲咱讲，伫约翰福音十章第四节，甲十六章第十三节，伊讲我的羊，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因顺服我的话。所以咱要食水摇花的羊，咱就创啥？咱就常常听，哦，常常听伊的话。然后唔是只呐听见，咱就顺服，咱就该行出来。食着安尼，咱食水伊的羊。因为当耶和华是咱的牧者的时阵，咱就无低高谦卑，达行咱所谦卑的，达行咱所真正爱得着的，在伊内面，咱拢有。来，咱的阿头三个祈祷。亲爱的主，感谢阿罗哩，因为这个诗篇，你就三篇，是个阮真熟的诗篇。你搁再一摆提醒阮，互阮了解讲，当你是阮的牧者的时阵，阮就未受到这个世界任何物件来搅扰阮，来搅查阮，互阮了解知影讲，当阮甲你有这个真正亲密的关系时，阮就无低高谦卑，因为阮所需要的，一切阮所爱滴的，阮所需要的，伫你内面，你已经供给互阮，帮助互阮的目睭，互阮的思想，无掉伫这个世界内面，互阮知影，阮应该着看到。我们的影响，让我们了解我们所欠的，我们所爱的，在你里面，我们都会得到，让我们心正，亲像诗人这样说，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低高谦卑，感谢阿罗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阿们。The Lord's my shepherd, I'll not want. He makes me lie in pastures green. He leads me by the still, still waters. His goodness restores my soul.And I will trust in you. And I will trust in you alone. For your endless mercy follows me. Your goodness will leadMy ways in righteousness, and He anoints my head with oil, and my cup it overflows with joy. I feast on His good. I will trust in you, and I will trust in you alone, for your endless mercy follows me, your goodness will leadComfort I need to know. And I
愿耶和华赐福予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予你的面光照你，赐恩予你；愿耶和华恩你永免，赐你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y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And be gracious to you. May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men.